实只是害羞，就算是野生的再也没有挪走，还一直咬着都拼命挣扎不松口。秋叶已落尽，冬天快来临，别再一个人听信念钟声，就等你转身回头看看我，眼神中的坚定，哎，彤彤 ，party 那天你录视频了没有？没有。哦，那我回头问问你姐姐好了。视频是没，录音倒是有一段。我喜欢林小纯，小纯，我喜欢你。小纯，我喜欢你。怎么可能？小纯，我喜欢你。小纯，我喜欢你。你呢？啊，讨厌讨厌，请你小心胸。答应我。哟，你穿裙子了？刚刚整理衣柜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，丢掉太可惜了，就是想穿穿看。哦，很怪吧？还是幻想？哎，不怪不怪，挺好看的嘛。彤彤，你看是不是很可爱？是呢是呢，雅宇哥看到一定会塑尿的。就不能委婉点呀你？哦，好像还差点什么。哦，跟我来。别人的春天都来了，我的呢？亲眼看看，稍微画了点眉毛，涂了点口红，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呢。自己看看。总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。你没有别的包了吗？谢谢晨晨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包呢？不光是用来装东西的。它也是我们身体里的一部分。那，给，好好。
好照顾他，小心一点，爱惜一点啊。谢谢晨晨姐，拜拜。学长，今天真的惊艳到了。没那么夸张吧？真的，我觉得阿玉她一定也会吓一跳。到了，进去吧。我们上课了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呢，讲的是心理学的核心，恋爱心理。那么说到这个，不好意思，老师。好，我们继续讲课啊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男人喜欢这个性感的。考书目大家都记下了吧？感兴趣的话回去读一下。哦，还有啊，有机会的话回去谈谈恋爱哦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下课了。一会儿干嘛？去图书馆还是吃饭？不行，学长，你看到杨宇学长了吗？阿宇去参加社团活动了。谢谢学长。Thank you.
丢东西了？别老弓着背，跟老太太似的。抬头，挺胸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在做贼啊？人啊，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啊，抬头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恶有恶报，谁叫你不守约？你不是邀请了整支篮球队吗？少我一个能怎样？也是啊，就算你去了，一群大长腿里也见不到你。有意思吗？老有意思了，哈哈哈哈！奇怪，社长，周六突然来的采访任务稿件我发你邮箱了，这个是照片，苏老师让你跟那边排版对接一下。什么时候的采访呢？这个是上周六6点之后的比赛。对，临时加的，是一场比较重要的练习赛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忙吧。好。来了，喝点什么？好呀。老板娘，嗯，你说，是不是谁都有爱人的资格？您是不是想谈恋爱了？不知道。闲的蛋疼。快说，不说我拉黑了。我是高林，可可，我想见你一面，有话对你说。微信说。这个事儿啊，见面才能说，是关于晨晨的哦。倪锦，找我什么事啊？说吧。坐。我知道，你不喜欢我和晨晨交往。有那么明显吗？
不用你说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我没有办法让晨晨幸福。晨晨那么好的女孩，应该找一个更好的男人。你变成好男人不就行了？我做不到，也不想做。那你就分手啊。要我放手，我也做不到。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，很快，我爸和一个更年轻的女孩结婚了，我妈选择自杀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让你知道。我干嘛要知道啊？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，有伤口的人。我就会同情你是吗？高林，你说自己是个坏男人，你错了，你不是坏男人，你就是一畜生。那你算什么？同时和三个男人交往，花男人的钱，我是畜生，那你又算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们都是同一类人，这些都是你最关心的陈晨晨告诉我。Cheers。就回来了，不是计划有约吗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这下好了，天乐姑娘被发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晚上喝酒容易饿，我还给你煮了点粥，马上就可以喝了。你怎么了？喝多了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给你泡了杯蜂蜜水。像我这种人，哪里好了？你干嘛要这么喜欢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？没事了。姐妹们，我回来啦！是不是担心你？他怎么了？肯定有什么理由吧？
那理由是什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去。他又怎么了？肯定也有什么理由。你够！小纯，你怎么了？早上的时候不是心情还挺好的吗？都怪你们了，一直说他喜欢我，害我当真了。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现在我变成单相思了。我的心啊，动了。这话不该在变态哥哥面前说吗？什么？小纯喜欢的不是顾青啊？至于这么吃惊吗？当然了，我昨天还看见他俩有说有笑的。昨天？你昨天该不会故意气小纯了吧？我就是不想看见他为了顾青穿那么漂亮的裙子。我的心啊，又动了。愚蠢 CP 果然不是盖的呀！恋爱情商这么低，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啊？说的好像你很有经验似的。小纯喜欢的，现在是我呀。你今天晚上约他出来不就知道了吗？没错。我还有个采访，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我也先去上课了。杨宇，看好你哦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周末的预选赛大家加油啊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小纯纯，上次约好了看电影，什么时候去啊？要不就今晚吧。走吧。哎，你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？我陪你参加 party， 帮你躲过了惩罚，现在还得请你看电影。明明是自己说的，现在又来怪我，还说话不算话。说什么呢？嘀嘀咕咕的，大点声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穿裙子呀？我觉得你穿裙子挺好看的呀。啊？没事，快走吧。去啊！这你欠我的。我知道这是我欠你的，海涛。可是你都练到四个小时了，我能不能不去啊？不行，你欠我的，快点儿。海涛，
你让我自己一个人看中猛男秀算什么呀？还早哎，我们换个地儿待会儿吧。不去了吧。走。你想唱什么歌啊？都可以。这个呢？戴上。来不及感谢，是你给我勇气，能让我走回我。真爱陈强，行了，哎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小妖精，还不走啊？啊，来了。你喜欢看电影、唱歌还是都喜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是他亲我怎么办？早知道出门前应该问问姐姐们的。刚刚吃的菜，晚饭里有洋葱，应该多吃两颗白露糖的。那就是说，只要跟我在一起，什么都好呗。他肯定会亲我的，怎么办？其实。你唱歌挺好听的，要不咱们下次接着去吧。要拒绝吗？要是他生气了怎么办？到了，好快啊！哦，不能越过这条线。不然我会被赶出去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越界的。好了，那你进去吧。你先走吧。你先进去。不要了，还是你先走吧。你要是不先进去，我怎么安心回去啊？嗯。快去吧。那好吧。我好死哎！你。
哎，等等。啊，不行了。啊？真的不行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嗯。我本来还想慢慢来的。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。嘴对嘴了？才没有，没有才怪，都不止亲上了吧？是不是都否是接吻了？哎呀！奇怪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总觉得好像忘了什么事儿。忘了什么呀？我要知道忘记什么，我就不会忘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牙缝里塞了牛筋，手上又没有牙线。哎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一桐姐，惩罚可是你自己写的哟。你以为受惩罚的肯定不会是你自己，对吗？这惩罚他自己写的。赶紧的吧你啊，早死早超生。韩一桐不会怂，韩一桐不会怂，韩一桐不会怂，韩一桐不会怂。好吧。有什么大不了？等一下，加油！加油！这位公子，请问一下，如今是什么朝代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大宋王。
我拍的也太丑了吧？本来就挺丑的。哼！你们评评理，我本人有那么难看吗？哼！你姐姐。这照片给你拍失真了，嗯，你平时可比这难看多了。韩一彤，快删掉，快删掉，快删掉！站站站站！我脸上的肉有这么多吗？这个月电费又超支了，大家省着点用。纸巾也快用完了，明天一起去买吧。嗯，根本就没胖，好不好？我们生命中每件事都有开头，事情与事情之间也都有着前后因果的关联。你有哥哥吗？没有。其实我能看到鬼，那里就有一个鬼。事后再回想起来，原来每件事情的每个瞬间都有着充满的提示和线索。是我害死的，有一个人，我也希望他能快点死掉。那些随口的玩笑，一闪而过的目光，还有原以为毫无意义的叹息，如果那个时候能早点知道的话。那植物人呢？那种没有意识躺在床上的植物人，他们的灵魂去哪儿了？已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。有过，我升初中的时候去世了，因为花生过敏。可是，就像看书只有翻到最后一页，才会知道结局一样，每个瞬间的重量只有事后才明白。送我的衣服吗？嗯，很多人说我穿得很学生气。嗯，是学生气，不过是高中生。高中生周末也不可能这么穿吧？初中生，如果有人说你像学生，不是因为你看上去很年轻，而是因为你很土。这个问题我没想过。Lovely， 可爱是可爱，就是有点，太夸张了。他以为他是小学生吗？女人最好的时尚是自信。陈娘娘自信很缺。粉红色，嗯。有点儿，光彩照人。嗯，的确很光彩照人，真的很漂亮。太夸张了，就是有时候不穿衣服走来走去，有点吓人。你姐姐是衣服架子。嗯，这个问题我也没想过。对我来说，时尚就是自由。嗯，挺奇怪的。我要挑战所有的 style，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我要表现出24重人格，神经病晚期。哎，一言以蔽之 ，Avant Garden。
盛楠姐的时尚吗？啊？你不觉得只有我是最正常的吗？你姐姐，我，晨晨姐，盛楠姐，一鹏姐，我。和你姐姐差不多吧，嗯，然后是小纯，是楠姐，彤彤，嗯，哼，你姐姐我，小纯、晨晨、是楠姐，我第一，其他都差不多吧。你们这个干什么？青春里走到这里，一路遭受的怀疑，侵蚀的语气，徘徊在黑夜里，固执的用力翻山越岭，渴望一场风景，趁着月青春里。